茅草屋门，大概是红灯那个地方，对，真好看，真好看，真的很深、欸，我很好奇、欸，哇、哦，井真的超深的啦，这一定会吸冷。就公车来了，然后我们要搭计程车，哎。今天来的咖啡厅。你有拍照吗？刚刚那个下面、哦、那名字啊，嗯，有。但我好像不记得有任何提到例子，还是他我们俩刚刚讲的，他冷淡电影院，宋小燕的，嗯，还是他也冷到厌世。安东的二四六长得超爆酷，古典。好，我们的晚餐炖鸡 go。Go！ 哦，太重了，辣椒，然后我们的金丹，我一跟金丹前，我习惯比较新，送的可乐。
我们住的地方到了。哇！而且门口还挂了圣诞装饰，好可爱。关车说话吗？还是你刚刚说你们还是？冰箱，可爱。请进屋，漂亮。他多给了一套棉被，我们三个人。还有桌子，这个桌子，去应该买东西吃。哇，这个房间这里超漂亮的，他毛巾用饭袋包起来，好荒谬哦。电视下面还有这个可以玩，然后还有一些桌游、桥牌。嗯，房型很好哎。哇，他还放了一堆酒瓶，好适合晾衣服。示范。哇，好酷哦，好深哦。你来示范一下它多深。你把脚往后伸。哇，真的超深。好的，来录一下厕所。厕所就是很普通的样子，堪用。早餐和微波的咖啡牛奶，谢谢张雨薇。嗯，应该没有我。突然一个阳光普照。结冰了哟！哇！这个真的是幸福死我！爬山的行程，哇，那个瀑布结冰，会更想尿尿。这应该早点学。哎，怎么那么远的地方啊？这边还有一张，漂亮。我们即将到达漂亮的最漂亮的地方，哇，太漂亮了！加油！天气很好，但是很冷，好冷哦，有种国外的感觉。我们来的就是这个，哇，酷，爱心的，声音好酷哦。这个公园也太漂亮了吧！光超好。人生，人生，啊，好滑，冰柱。冰柱，野人之冰柱，啊，好痛！这叫什么？钻冰取水，对，钻冰取水。哦，
很酷耶。你要走那个啦，你要走那个。哇，好硬哦！硬邦邦哎，最喜欢硬邦邦。好像有一点。有看到彩虹吗，各位？有。一，逃兵追缉令 ，Go！ 你会到？会到吗？背包客旅行。人死。背包客。按不下字了，这也是有点像日月潭。流鼻水的声音大家有听到吗？那吸鼻水的声音不是流鼻水的声音。我们要去的咖啡厅，现在已经好多压力呀。回来了。